汤姆·克鲁斯和凯特·福尔摩斯是好莱坞一对强大的情侣。16岁的年龄差异并没有困扰汤姆和凯特坠入爱河。七年的感情长跑后，在2006年的结婚，这对夫妇结婚六年后离婚了。年龄不是这对夫妇离婚的原因。在2007年，布拉德和安吉丽娜开始约会。经过七年的恋爱后，他们在2014年结婚了。布拉德53岁，安吉丽娜是42岁。这对夫妇于2016年分居，他们共有六孩子。张泽天1993年出生于南京，刘强东1973年生于江苏，相差20岁。但是两人感情还是很好的，两人已经育有一子